我要他们看到泰拳都可以加入奥运。一个理想激起权力恶斗，过两个月就是新一届委员换班，我要踢他出局。以权压制，用手段登上擂台之首。在石傲山的字典里面，没满意这两个字。明明是叶元锋赢，你都有本事令到家庭的拳手赢。是我们害死他，那个是你哥，你有没有人性啊？个擂台我搭出来，规矩由我定。台庆剧《拳王》23号星期二晚9:30，翡翠台。